这杯是土耳其的这个茶哈，土耳其款茶。栏杆应该可靠吧。这个角度会更好一点，我发现，因为这个角度可以把后边房子挡住。哎，弄死这个猫。
这个唯一缺的就是热气球，如果有热气球就完美了。溜了。太酷了，这个小摇篮。太可爱了，小宝宝，小宝宝太可爱了。撸个狗。有点像，我还以为是金毛，结果不是，比金毛小一圈。看一下格雷美小镇啊，这个 view 感觉是开车他妈的在西夏王陵里开一样。这个小山包小石头啊，就是很有可能是属于某一个酒店或者某一个餐馆的。他们这里超多，哇，这个 view。格雷美小镇，镇中心。晚上更漂亮啊，晚上各种灯光。这里就是格雷美的Open Air Museum。汽车是不能开进去了，可能顶上已经满了，然后从这儿走上去，给自己换了个短裤，今天太热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包含在通票里的。哇塞，现在是在山谷里，不知道这个山谷跟别的山谷有什么区别。马上要到这个露天博物馆。这边是入口，然后后边这里是出口，大家都是从那边出来的。这里不让拍照，里边是一些壁画，彩色的，有这个耶稣啊跟十二门徒啊那些故事什么的。
还有很多那种都是神仙大天使，长着翅膀的，然后都是头顶有那个神仙的那个光环。来了还没吃土耳其冰淇淋，土耳其冰淇淋是多少钱啊？4、5、6、7十，不贵啊，关键是有表演是吧。看一下，很青涩的表演。I saw this tree in front. Okay. 几个球啊？ Two. One more. No. One. 60 lira. One. 没有表演。这里的价格是300，涨价了。感觉省了不少钱。现在去景区了，这里是 Open Air Museum。哇，这个不错。这是进来的第一个小山，但是这里是上不去的。这边应该能拍到全景。哦，我现在已经进来了这个欧普山museum，然后这里是进来的一个角落，背后可以看到这些很多的石头，绕一圈。是这个山谷，这个就是刚才不让拍的壁画。这里有个房子可以进去，看一下对面，石头上也是有很多房子跟石窟这种的，应该是都被废弃了。这个超像房子的，真的，那个。然后它最好看的是它每个石头都是这种尖尖的。这边的洞穴就是还成房子，所以他们这个 Open Air Museum 它基本上就是为了让你给你展示这个房子里的东西。啊，这里好好看呀。这个可真好看，接着走吧，应该面积还是挺大的。这个就是他刚才最精髓的那个壁画，看到有十字架的啊，这个应该是12门徒。很多的壁画都是像这样只剩下残缺的了，哦，这个是他们的殉葬坑，太好了，没人在这儿拍了，这个地方超适合拍照。
因为这个围栏特别特别矮。卡帕多奇亚高原，现在没有人。有点危险。所以这个 Garmin 的 Open Air Museum 我感觉相当于我们的国内的石窟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个石窟上有这个画，但是保存的都不太完整，相反这个石头本身反而是更好看的。这里休息很不错，大家在排队拍照，其实大家都在这拍照的地方。He's so professional. Okay, let's give you a picture. 看一下被废弃的山洞。这里最大的优点就是凉快，可以过来乘凉。自带空调啊。是一个空洞穴。哇，这个台阶好陡。哇，我现在站在一个高处，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这个底下。咦，他们走了，我可以拍一个。
这个角度很漂亮。接着往前走，我在这逛了有点久，快两点了。这里是以额外的$100，有个额外的景点 Dark Church， 忘了问他那个 pass 包不包括了。里边可能是长这个样子，但是不能拍照，我就不去了。嗯，穿越一线天。哇哦！这里好美啊，另外一个角度了，这里刚才我看到那个路标是41，所以大概有41个窟啊，多于41个。这里是第42，这里是第42个窟，有一些残存的壁画在这里，跟一个长条形的，这是什么？好像要转一圈下去了，大概有50个窟这样子，然后基本上它是有壁画的地方是不让你拍照的，只让你拍一些就是那种比较被遗弃的窟。哇，看这里，这里就是其实是一个环线嘛，然后有人是从这里进来，有人是从我进来的里进来的。差不多走了一个环线，我刚才大概偷拍了两三处那个壁画，有一处是比较精美的，
很多地方都是已经彩色的漆都没有了。这里还有一小片区域，这个是好看的。这边是都关掉了，但这座山蛮好看。我现在出景区了，在这个地方逛了估计快两个小时，一个半吧。然后这个地方的餐厅的橙汁要100，这他妈也太黑了。我买了冰淇淋，太热了。瓦尼利亚。这啥 Blackberry Citrus Lemon Strawberry Anros OK 好多口味、啊、所有这个是60的，因为它是这个 corn 的。哇塞，他给我混了9个口味，太猛了。我赶快吃了，要化掉了。上下走到什么时候？咦，旅行团还挺多的今天。我发现这边韩国跟台湾旅行团还蛮多的。他给我混了9个口味。吃到了一个像香蕉的，巧克力的，西瓜，草莓，还有几个口味隐藏在这个空里。有那个 blackberry 什么的，这个画的也太快了，我才录了1分钟，它就快画完了。哎，这里有卖那个像那个 churros 那种的十里啦。感觉我特别像给冰淇淋做广告的，因为这个路过一堆人都在看。看这个猫还吃 cheese 啊！开车来这里溜一圈，看一下这里哦，风景还不错。行驶150米后，向右转，向北方向。这边就是旅行团不过来的嘛，所以没有人。
看一下我的小蓝，这个是他们的马场，哎，马场都长这么好看。那边是景区来着，看那边的盘山路。好，现在要走了，去另外一个 Open Air。 我操，好牛逼啊，我刚发现它，我这个车居然支持蓝牙，我现在已经可以放歌了。我觉得简直不敢相信我的挡风玻璃前面能看到什么风景，感觉就好像开在西夏王陵里啊，四周，而且现在都没有路的感觉。天哪，这个风景，这是我在车上看到的风景。